呢啲系咪经常发生噶？星卡会跌到呢边嘅，我都第一次见到，我都唔知佢点样插落去星卡。即系星卡可唔可以做啲好似嗰啲华为啊？系冇可能啲细细个啲咁长都好做得好差。唔系，你睇人哋华为嗰啲系细细个一个好硬嘅，咁啊唔会。每個機都唔同個 design， 可能唔一樣噶嘛。係啊，我都好小心，好小心。我都有用 Samsung， 我見到卡係蝕到呢邊啊。呢、這個嘢插唔到落去，邊有卡插？要幫你問問要收錢喎、啊？呢、這個啊？呢、這個爛都俾你整爛咗啊！我幫你問問要唔要收錢？點問啊？就算真係電池問題，即係總之佢收款，如果有啱買嘅好貴啊！